Hello, 马哥。来啊。可以进吗？别睡觉了。别睡觉了。对啊，天。把签抽了。明天的起床顺序还是五二。六七是幸运的。四。那就还是第一批哦。OK。好。那我想睡觉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拜拜，马哥。出去检查了。晚上好，翔哥。Hello。Hello。准备睡觉了吗？对啊。已经很晚了。好困啊。那我去刷牙了。你起不起啊？说什么？谁在说话？哎，我不是一个人住的。闹鬼了！不是刷牙是这样的吗，兄弟？你看看我啊！这个地方都反射。你平时刷牙是这样的吗？手机拿着，找视频看着的呀。哈哈。那这位幽灵是已经刷完牙洗完脸了吗？起床了，六点了。啊，不，两点了。没关系。明天第一批化妆是三点，第二批是三点半，来吧。我今天，哎，兄弟，我仔细想了一下，你如果是第一个化完妆的话，就一定是休息时间。真的，你一个是不是睡不着啊？但是比你晚七八小时，好吧。你一个小时，你肯定回去可以一直躺着，因为赫就是今天晚上第一个化妆吧，然后他休息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是第一个化妆的，你不是，我还不是第一个到的。你昨天抽的第二个呀？不是，我倒是第一个到的。对，倒是第一个到的，轩哥是第一个到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他化的快？我不知道。行吧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那我们抽签吧。我那还是选择第二批吧。那我也第二批吧。啊，今天。换了，你先给我不看，就两个了，没有，还有六。谁已经抽了吗？马哥抽的几？那个。呜呼七！你想完了。我也是七。啊？七。我可以给你换。是换吗？我说可以给你换，但我不可以。我可以给你换，但是我不想。行，好。这边抽完了，六还没抽。什么六啊？六扔六吧。六。睡觉了，晚安，拜拜。晚安。关灯哥。好的。丁哥晚上好。来，可以进吗？对，稍微近一点。准备睡觉了吗？啊，准备睡觉了，对，准备睡觉了。那我们抽一个明天的起床顺序哈。好的。还有四个。天天天，太阳到九块小零。好像是个六儿。好，哎，恭喜你第二批化妆，可以三点半啊，可以。最近哥好好休息。好的，辛苦了各位。我已经刷完洗完脸了，睡觉了，晚上太困了。好。
拜拜，晚安丁哥，晚安，晚安，好梦。杨哥准备睡觉了不？差不多吧。好，到点了。昨天没睡好，感觉一累的要死，又要抽起床睡去了。对呀、啊，还要四个钱。抽到几了都？但其实已经五六七被抽完了。是的。那我抽啥呀？你给我抽。你玩综艺效果呢？对，这个就抽一个吧。不想抽了，我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了。你这抽的没有意义啊，而且还抽的破破烂烂的，好歹抽张完整的吧。这我也可以跟着六七一块吧。我就跟他助理一直强调我是第五个。好，晚点叫我。行，看吧，非常的倒霉啊。这种就很倒霉，我昨天抽了个一，今天被抽完了还让我抽，我真的很不爽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睡觉吧。刷过了已经，洗过了，准备睡觉。好。拜拜，关灯，晚安，张哥。Jim， 在干嘛呢？在研究选课呢。选完了吗？没选完呢。啊？我说还没选完呢。我们选课是一轮又一轮的，巨复杂。我现在还在研究怎么选这个课。还有两个签。还有抽签啊。第三个。第一批了，对，就是第一批了。早点睡吧，也不早了。你还要选一会儿吗？对啊，我得研究明白啊，这才决定我明天要不要十二点半的时候急急忙忙的去抢这课来上，巨麻烦，看都看不明。好，现在不打扰你上课了，我们走了。你快，拜拜，休息了，晚安。翔哥，来抽顺序了。戴个手套吧，今天。哎。今天。为什么我就是翔哥？今天翔哥有什么战术吗？战术就是做我自己就好。好战术。战术就是。正常玩，他们一定想不到。总得整点游戏效果吧，不要就是好狂啊！我现在，但是起太早了，就是这么狂。是。OK OK。好。我在想今天绑不绑护膝？昨天护膝一直在掉。如果昨天没有护膝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。还可以吧，老鬼六刷一次，一定不是我的问题。但他们都没拿，党委都没有拿那个什么来着？他都没有拿旗子，他就没有拿旗子，我拿了旗子，是摔了吧？我昨天是可能他摔了一屁股墩儿。问问节目组，我印象中是把他六摔了，就是坐了一屁股墩儿下去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我看错了。阿哥，今天想怎么玩？怎么玩？对。活到最后。可以。那这个手套戴的很有必要，因为你会有一些借助地形的跑路。文哥，今天想怎么玩？今天没训好，所以。不能到。对。你注意安全。好。哎，你好，这个是护肘，文哥。是护肘啊。对，这个是护膝，这个大一点。我说我的。对，嗯。说我的怎么腿？我说我的腿是不是太粗了？嗯。对呀。来，飞吧。啊，飞。啥？起了，然后你还坐着，快穿衣服，换衣服，带装备了。
起了，如起。你是懂起床的。小轩，小轩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的五费卡我都追出来的三星了，再这样的话。睡觉睡觉，困了要睡觉，困了累了不要熬，为了家人和自己。像失恋的爱，不该沉默是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，不会自己洒脱。可惜没如果，只剩下没有你。兵哥，兵哥，今天想立一个怎样的 flag？ 我有个荔枝也行。没啥 flag， 张哥，今天想立一个怎样的 flag？ 我已经不立 flag 了，我已经平常心对待了。好，我已经 PTSD 了。我昨天跑的我已经受不了了。就这，要是还有人说剧本，我直接一个手扔。可以，我同意。本赛季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？其他嘉宾是没有的。很多呀，讲讲。猎人在我面前翻滚和滑铲，还有我没被复活过。对，这个手套是不是很舒服？是还可以。我也想感受一把被复活的感觉。可以。在最后两期能不能有谁复活我一下？可以。那是护肘，这个是护膝。轩哥，轩哥。今天想怎么立一个怎么玩 flag？ 好吧，藏好地图。康老师，今天想怎么玩？今天随便。三队员说话奇奇怪怪的。马哥不是 M 吗？是 M 吗？回他微信名。那你问问马哥是不是呢？你的 S M 吗？人就在这儿，你不问我，你看。是，我就要看怎么了？问一个句号还是啥？就一个 M 而已。我的备注是 L 开头，我的备注是老马。哇，还真是 M， 还真是 M。三圈醒了，三圈更睡睡到五点。丁哥不是醒的。我想回，我想回看是什么原因。你是落枕了是吗？不是，我是，你不是那天在练。你腿不痛吗？我腿昨天巨酸跑的，但昨天跑完之后，今天就不酸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开始酸了，今天是酸。我腿我练完的时候，昨天跑的时候巨酸，但今天跑完，昨天跑完之后就不酸了。所以今天你要拿加多吗？今天我加油，我的加多。我来的每一次都要说，我都说我要拿加多，都没拿到过。下午的给我。就咱们昨天说的，我三个月前直接追了个剧，还在恋人面前，然后姐恋人觉得他可爱，你不知道，还说什么整的，恋人觉得他可爱就不追了。没听到，他没发给我。哎，我先好好的睡了一觉。今天继续奋斗，今天还是加速，目标还是加速。
来呀，马哥，你是我们队的核心啊！张哥才是呢。张哥是大河，真河。张哥你好溜啊！分手站。哎呀，我又开始腿软了。今天那个 C 带游龙，差一点就加速完了。哎，反正要么先分队嘛。哎，差一点，但是没关系，挺好，挺快乐的，玩的特别爽。你躲在这么高的草里，这样蹲着，然后练一练，然后你这样下来，哇，那个闷的呀，今天感觉要气死了。怎么说？想说最后那个什么终极逃脱的时候吧，猎人大哥他们说，然后我听到的是让摄像走开，他们要进来抓我们，本来就都能结束了。